飛龍嚟㗎。好啊，過1000米嘅段柱啦，閃星輝煌，好順利咁樣咧就擺到喺前面放㗎啦。跟住喺第二位外邊啊，講林福昌啦，內欄第三木火兄弟，川河首區第四啊，內欄第五一定美麗，出邊第六仲有浪漫風采啊，內欄第七咧就美麗宇宙有啲搶口啦，喺外邊咧就鹿鼎記啊，再後邊嘅馬啦，內欄精準快車，中間啊發財大師啊，喺外邊咧就隱形翅膀啊，後邊三隻內欄掃出去，有太陽之子、太陽高高，喺出邊嗰只咧咁啊勁速威龍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咧都仲係禪勝輝煌佔先咗嘅，港林福將就第二位啊，再見到喺入邊木火兄弟叫唔叫到出嚟咧？中間黃衫有川河首區啊，後多層啊嘛，有浪漫風采啊，出邊追就隱形翅膀啦，勁速威龍啦，咁啊發財大師俾人冚埋添。好啦，最後200啦，前面禪勝輝煌仲係佔先半個身位，木火兄弟響中檔啊，中間位置仲係川河首區外邊，你一定美麗啊，接近終點禪勝輝煌，咁啊勝班一樣照贏啊，跑第二名係木火兄弟啊。第三名嘅馬咧係嗰只一定美麗，至於第四名臨門有少少力弱啦，川河首區有冇機會呢？結果今場都離曬一啲跟前嘅馬，禪勝輝煌咁啊，直落已經係三面，勝班一樣冇問題，照贏啊！第二名木火兄弟。